是那台湾耍马里乌族古鲁马当那翁嘎过呀，拜了乌鲁巴扎咩那当那扎尼马盖给阿里斯，那盖得给他怎么走啦？还是那高雄那马下，我呢当那耍垃圾车嘛的回收车，乌鲁巴扎苏木工当那扎尼小米之歌给声耍 S 波咖喱咖喱一样呀，乌鲁巴扎刚方苏木工当那咖喱。就走路，格拉娜娜都个白族，怎么走了去打？墨西哥人呐，高雄南麻小区，我那一年格拉娜娜翁嘎古，所以是啊，南麻小清洁队垃圾车嘛到回收车当那搞翁嘎古，说咱你一些啊，小米之歌给声。我那大几年电脑上爱主任陈登科，买了新的扎尼一系，买祝福我阿拜扎巴南花部落中小学，莫把建立我那把社区营造团体木兰奴，也是把一年那么小区长，我都把他什么工当那咖喱不咖喱咖喱一年。最主要让比较听不懂国语的老人家也能够有亲切的感觉，一下子就听得懂、听明白了，因为现在。丢垃圾的人很多都是年纪比较大的，在留在家里嘛。那个垃圾取之以前，我在大爱的时候，是我创作给那个幼稚园他们的一个课程，小米之类的课程。本来是也是那部拉古嘎扎瓦妈妈露啦，乌鲁巴扎马嘎夏波咖喱咖喱多么多多鲁，马嘎藏妈妈露啦阿嘎南尔族。慢慢知道这个习惯了这个音乐了，大致上我们都习惯了啦，都听到这个音乐就是垃圾车的那个啦，垃圾车来了啦。听到这样的，完全是用原住民的发音音乐来这样子哈、传播丢垃圾跟收集垃圾的这样的音乐，我们非常习惯，而且听起来非常有亲切感跟温馨感都有哦，所以非常好。阿拉奶奶隔壁都无人耍垃圾车、回收车，乌鲁巴扎五家个意思。噶早话早慢慢都冇地慢啦，布拉古当那慢慢咯，噶噶那话，阿噶那个做刚王耍杂呢意思。阿拜在意思都冇多多咯，冇地慢那个那么溜我。阿拜在刚王意思冇不来，大概是今年当那咖喱，八年都冇多多咯咖喱。